这是百年的南投市场，这是民族路，这是一定有130年以上的历史，而且传到第五代的袁振华制面厂。这个家族四口，本地在中华永靖，后来才搬来南投。这个家族的珍贵地，一开始是在做白面，过了许达夫的顶一辈，才开始做南投意面。做意面的功夫是福州人带入来，早期叫做幼面，后来才转做是叫做南投意面。但是甲台南迄种鸭卵炒米粉入去做的意面，迄是无同款的代志哦。南投意面是加碱、加水、面粉、加一寡盐，用着适当的比例做出来。注意看，这间咧卖面是称斤的。假使若毋是要买面条，要当场食咧。哎，即下要食面，就是行入来即间咯。电话就是即间咯，南投意面。后壁有一间真细间的面店，应该是因家族内底人咧煮的。南投意面原来叫做幼面是有道理的，因为伊的面条本地就比人较幼，所以煮面的时间就比人较紧。嘿，我看头家的骹手嘛真美呢。所以人客来的时阵，伊单炒一格嘛，应该有法度应付吧。我来吃一个经典的南投意面，你那个是南投意面吗？啊，那我就榨菜白面，看我榨菜意面。反正也无几项，啊，伫遐选头部。最重要就是伊这鼎肉色，啊，搁一汤炸酱，被自制的猪油跟原汁肉燥，还有炸酱肉燥。菜，这啥？干意面嘛。干意面、干意面、南投意面，这跟迄个台南的做法无同款，啊？嗯，无啥共。安怎无共？拢用看小共。拢用看小共，其实是无共。因这无超鸭卵。无超鸭卵。嗯。哎呀，甲台南是迄个坎坷呐。嗯。安怎？我随我嫁入去啊。哎呀，豆啊，面条无同个滋味，面条无同个滋味啊！啊，含咸水薏米比起来，啥也无同。咸水薏米应该较淡味淡薄啊。哦，咸水薏米较淡味。嗯。啊，这较无较淡味啊。我很注意是吃迄个汤面，然后
后再放那个辣椒，这应该是在这一碗了哈。来，这个辣椒真正足香的，南美足香的哦，你要人看卖，放一点点就好，很辣，啊，但是很香。我这个叫做炸酱意面，60块。60块，那炸酱不是那个北京的吗？他就用南投意面来做，来，很快买，哎，来，这个是咱的炸酱面，叫起来看好吃无？温师傅试看卖就知影了吼。炸酱面，好来，安怎？好吃吗？你感觉得是吧？啊？因为炸酱面的中中，加小细点。加炸酱面加小细点，所以你这个较袂咸。对，因为上重要是百年制面老店哦，面较侪较好。哇塞！哇！那你食香温呢？啊，两分钟我你吃伊呢？所在靠。看过了是够了。你这几间喜欢同学推荐的？哦，你同学推荐的哦，这间。哦。因是恁同学推荐。对啊。伊是过来南投。对啊，台南早餐过来南投吼。啊，对。所以要求可能也较高。我要求较悬，那个但是嘛是选这间。公一间可以三下子，比较是特产。哦，大家人来到这去讲好吃，安尼无简单了。他当然开始喝起来了。紫菜蛋花汤，当然这是较一般啦，哎呀，啊，不过做了水水啊，哎呀，不错了，不错了，哎呀。猪肠吃的怎么样？他还有切猪肠的切盘呢。没有。哎呀，啊，猪肠吃的怎么样？那个切那个牛心。切用牛心。那个牛心。好不好？食了有成就。很够长久的饭。够长久了，哎呀，好食无？不错。量够足多。量够足多。嗯。食到现做现煮的面，阿妈算手卡骨头咯。我这两只都买了拢米粉啦，你看嘛。过来今日做。嗯。